的最爱全你电台。最后他死了、你们现在估下他是怎么死？他是不是撞鬼啊？他是不是自杀的？他妈妈说他很紧张地跑的，他是不是被凶手追了？案发现场是不是室内的？喂，兄弟，你做咩唔出声？你系咪惊？黐线，见你估都无聊，我去厕所先。你惊？惊啊！系啊系啊，惊濑尿。咁佢系咪喺厕所死噶？系啊！哇！不是那么邪啊。